老板，这不马上过年了吗？你看这工资啥时候给一下，我们好回家过年呀、啊。对，是得回家过年。我先看一下多少钱。加上这个月一共是10万，我们两个人就是20万。哦。多少？20万。虽然我们这工资是按年结的，但是也不至于有这么多吧。老板，我都记着呢，这不到年底了，你就都结了吧。我先看一下啊。10万块钱这么多。我要是全部都给了，明年不来了怎么办？嗯，两位，你们看，我这也不像是拖欠工资的人，是不是？那你倒是给我们呀、啊！你看，要不这样，我呀给你们两个人每人先给1000，剩下的钱呀、过完年再给你们，行不行？1000，这连回家的路费都不够。别急，我明天就去要钱。我不管，你必须结账。那我就先给你们给1000。我不管，你必须结清。我说你这人咋就这么不讲理呢？嗯，讲理都是结账啊。没钱。你这意思就是不想给了是吧？哦，我就不给了，怎么着？行，你不给是吧？好，爸爸，我今天我就躺在这里啊，我躺在这里，我来上厕所都不让去。哦，你给我存在啊。好。不是，你们俩在干嘛呀？你给我让开，我要上厕所。让开。哼，不给钱就不让。你以为我怕你们两个人呀？行，就在这耗着。耗就耗着，我看谁能耗过谁。我给还不行吗？你先让我出去上个厕所。那不行，先给钱。好，来，卡号，卡号发过来，我给你们转。哎呦，我有痛，哎呦，发。让我欢迎关注抖音，每天给你不一样的精彩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